那这首歌是一首民歌，它叫《老鼓手》，我已经唱好几次了，真的很老，对吧？因为光复的生命一定和我不大一样，所以我们对一些歌的那个共鸣显然也不大一样。可是因为他是老师，哇，就是说老师是没有什么共鸣不共鸣，歌来我就是弹。老师没有，真的吗？老师也是有生命的。我说每一首歌的那个不一样哦，对对对，感受吗？对，感受不大一样。那老鼓手是我觉得非常摇滚的一首民歌，因为民歌时代的很多民歌啊，大家印象中民歌可能都不太摇滚，那我觉得有一些歌很摇滚，可是那个年代，好像我很懂那个年代，反正我们听到的民歌比较少人就是做得很摇滚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老师你知道为什么？可能因为那时候大家都拿一把木吉他，然后去唱歌。好，唱歌吧。Thank you.
之歌也不常可见了，我们的歌是青春的火焰，是丰收的大合唱，我们的歌是汹涌的海洋，是丰收的大合唱。老鼓手啊，老鼓手啊，我们问你民族是什么，你就叫大东东。因为我的节拍不是很稳，然后不会啊，我节拍不稳。我其实也很想像那个一些摇滚乐团这样，贝斯手 solo 那样，但是我怕我这样我就弹错，我刚刚就很卑微的说，老师 solo 一下。没事没事。